藕粉来啦，这个呢，来，我们这个藕粉哈是不用用那个冷开水啦，直接用热开水哈。而且我们这是贵州坛的哈，贵州坛的有浆果的哈，特别好吃啊，这个啊，家人们，两桶39.9米哈。然后你看我们的浆果哈，跟别人也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浆果啊。开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个，小心刮到手哈，特别是小孩子，然后直接丢垃圾桶去哈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浆果，哇，多牛逼吧，满满的都是浆果啊，来直接用开水就行了哈，啥都不用哈，这是特别方便的三勺，哇，好多浆果啊，满满都是浆果，来，我用100度的热开水给你们冲开啊，一定要100度的，家人们哈。拿这个开水都有点害怕，一定要100度的开水，家人们，一定要100度的啊！这个我冲的有点浓，这个。家人，你看，我们的浆果超级多的，这个哇，特别多浆果啊，满满的都是啊，有一股浓浓的红糖味，有一点点啊，味道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有一点，就是红枣啊、仁子啊、巴旦木啊、黑芝麻，那菩提干啊、葵花籽啊、红枣圈，可以，特别好，吃起来有种藕的味道，有那个藕啊，藕粉的藕味道，而且这个红枣吃也跟别的红枣不一样，很松蓬，这个红枣，葡萄，瓜子，你看多大，都是挑最亮的，我们这个都是挑最亮的哈，你看，这个就拍的话太紫了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样买东西不怕贵，最主要是好吃。特别香，早餐啊，晚上啊，都可以啊，而且它藕粉是饱，就是说保护我们的肠胃的，养胃的，特别香，赶快去拍单，超级多浆果了，你看，满满的，一打开你看，我翻到哪里都是浆果，特别多，我拿个盆出来倒一下才行，好吧。下方小红车，拜拜。